今世我哋咧都會有啲思想，覺得我哋要向上成長啦。Hong Kong U Space 令我覺得最難忘嘅地方咧，就係佢可以令我向下成長。咩叫向下成長啊？揾翻自己啦，愛自己啦，揾翻自己獨有嘅特質去發揮。即係參與咗咁多活動咧，喺成個唔同咗，即係你會 build up 咗你 confidence 啦。跟住你會識到一啲識得欣賞你嘅老師啊、同學啊，覺得我自己好多方面嘅能力都提升咗。我就會話係揾翻個目標啦。無論大家是因為什麼原因入到來試試都好，都希望大家在這段過程裏面都可以學識找到自己的方向。